閃避嘅技術嚟嘅。你見到呢度要個人，當我要個人頭，呢、這個中心線，呢、這個軸嚟嘅。OK， 咁目的嚟講，我就係要當我哋落頭避嗰時咧，留意一下。我哋你要首先練呢、這個護住，係啊，呢、這個左手往右邊嘅膝頭哥走，翻嚟右邊往左邊膝頭哥走，翻嚟啊，一、二、三。四，你睇我已經避開咗呢個中線嘅啦，後面嘅，師姐後面影，啊，見到，見到，幫我一避開咗，二避開咗，三避開咗，啊啲波頭，波頭向住對手呢個直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 ，OK， 跟住我哋慢慢做咗，嗱，嗱，呢個擺動，擺動身體，擺動身體，啊，慢慢。擺動身體，擺動身體，一、二、一、二，啊，攞埋我啲腳，啊，記得身體嚟講唔係淨係擺頭嘅，慢慢係身體擺，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，好，一、二，好，一、二 ，OK。